接触这行的人都比较有个性，出来需要磨合。人家家呀是县里的和谐家庭，女嘉宾的妈妈呢生气了，爸爸呢就会哄她。如果你是他们家的女婿，看到丈母娘生气了，你会哄吗？我会呀。哎，你到旁边，站到她旁边哄。 妈，哎呦，妈，笑我了呀！你别生气嘛，您的那个女儿，哎呀，确实是我的错啊。那个，妈，走，咱们去那个吃好吃的啊，我给您做。发了工资，我给你买那个中国黄金怎么样？中国黄金一见倾心呐。 高兴自然女儿高兴，我就高兴。哎，好，真是高手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综合条件，跟大伙说说，找你当老公有啥好啊？我会做一个家庭妇男，我会做很多很多的菜。一会儿呢，等姑娘上来，说给她听一听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